自己吃的米有什么的？啊？啊？多。大家好，我大友，又来接老大了。刚才上菜市场哈，买点米，买点面，买瓶生抽。今晚上哈，看看能不能回家去包个饺子弄个整的。过长时间没吃饺子了。老大那个耳朵都冻了，得给他吃个饺子暖和暖和哈。给你上车，走吧。我再炸个鸡蛋，你看还有双蛋黄，还有那么饺子蛋黄，这不是双蛋黄。好笑啊！大叔，嘟嘟。大四吧，那我做的快一点啊。水地上都是，你洗手也不行。慢，就不行。你爸爸，爸爸就顺着一个方向，你看。对呀。那是生鸡蛋啊。我压一压，没有作用，不行了。什么底声？喂，林贝子不给我打电话的。我怎么到临沂了？你离那个超级点那还近不近？咱就在家这儿了。谁给你家去啊？你忽悠我的是吧？你这来去了？你来吃饺子。我不去。我去吧，管他们到家门口，我不去不合适哈。那也不包了，他也够俺吃的了。装这菜够恁吃的。俺一个发小来了，来个突然袭击。主要他找这个饭店哈，离俺家太近了。我叫他上俺家吃饺子，他不来。你看他来吧，我不去吧，确实不合适。我们头条是光屁股热辣的。我去到关东，我得把账给结他啊。后边还带瓶酒，两个人的，跟我说两个人，我不知道什么对症。今天晚上跟他喝杯酒，又打电话来催了，催命鬼，滚！你看看几点了啊？还有你，那两人。哎呀，我寻思你开车不敢来了，他都来了。七点零二分，你这会给俺打电话，你不是倒腾人吗？你不？你给我，你哥哥，你给我。你说你尿不喝尿水，拿杯子，刷杯子。我拿杯子，走，一块去拿。我来，帮我。动手。哥哥比你大，我比我往下吧。嗯，行了，吃吧。不能光喝饮料啊。下回我得好好这条路，我得来钱，然后弄着吧。老六，看他这个睡觉，非常的鲜美啊。他老婆是内蒙古赤峰市的。哎呦，把内蒙古人搁到临沂了。我说，你不喝酒，你要喝酒，俺们给你喝酒哈。这是为大美临沂多少年啊？要写名这是。你知他能喝多久啊？他就一斤半至二斤没事。不喝了。哎，你亏没喝呀？不是，你听我拉哦，拉完他再拉他老婆，就撵上去他老婆哈，说放着在家就放着。他本来是咱爸爸非常喜欢吃的水饺。这个比咱们，
他那用包菜包水饺非常鲜亮。那天回到家，然后那个让妈给扒了点包菜。这个包菜是不是摘了回家把它挖出来的呀？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拿那个挖土机挖出来了？这是你别的吧？不是，这是我在挖土机中。都使劲上啊！哦，是吧？他分那么一点，你就喝一大半了。嗯、糖好喝吧？都。嗯，糖果的。尝你的啊。嗯。不好喝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有点甜甜的呀。嚼烂了咽下去，知道吗？嗯嗯，滚着爸爸，在外边一面喝着酒，一面想着，还不吃的人流抹了四水饺了。啊，姐，你觉得是妈妈包的水饺好吃，还是奶奶包的水饺好吃？嗯，妈妈、奶奶都好吃啊、哦。嗯，那只能选一个好吃，那谁包的好吃？奶奶好吃。哎呀，妈妈太伤心了。妈妈吧。哼。奶奶也伤心了、嗯、没白疼你呀、啊、你奶奶是不是啊？嗯嗯，妈妈下次继续努力超过奶奶好不好？嗯，小点口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吃吧。就这样，拜拜。不知不觉又喝多了呀，开始吃煎饼喽。临沂大煎饼就这份，喝了人七点多了，你大连冠军了，你不都认吗？你不俺家婆婆不行啊，好好的，睡着不吃，俺来吃煎饼。俺这煎饼真香。啊，谁吃？你回来叫那大少爷个好不？回家了啊，人他经理都走了呀，拜拜啊。哎，我不能拜拜啊，我得回家看看还有饺子吗？我得尝个饺子到底好吃不好吃啊。我说，他给我留几个饺子啊。啊。高低尝尝，今天晚上包条饺子怎么样？哎呀，饼料，比我咸饼的好吃。我喜欢炒水怎么那么好吃？妈妈，妈妈，我家准备。这个饺子可好吃了啊！回来管他们还得再吃两个，不。